你放营养餐行吗？看那个头都准备好了，那平时以前生日时候，那怎么都不愿意，这都把头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走吧。闻着小味了，一放胡萝卜。走吧，我说，你会啊？哼，他不，嘿，给长得跟大胖虎似的。 哥们儿不同意。 向天大喊一声笑，他的名字叫黑豹。可以了，你姐姐，你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可粘人了。走，再往后来来，再往后你这个一身黑都吸着，光吸着也吧。 那你身上滚了一只一亩，起码身上都是20好几度。那是，十几度的天，他身上都20多。吸着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豹哥，给大家猛的撒个娇。没叫给我撒，给大家撒。<笑>你别动不动都舔了我手，我这个手天天都是你哈喇子。天天都是湿的。俺真是咱们小院的风云人物，大哥大，特别厉害的大哥大。 现在目前还是就是在他的同志之下的，这可能好多朋友不了解黑豹，其实黑豹也挺那个的。小家伙以前特别小时候也特别可怜，别看现在黑豹那么强壮，身体那么壮那么好，他的后腿之前是粉碎性骨折过的。原主任带他出来玩遛弯的时候，被大路上打车给撞了，当时撞成粉碎性骨折了后腿，给主任赔了3000块钱。但是他这个主任啊，可能觉得吧，他觉得黑豹吧。 就不是这3000块钱了，然后拿着钱也没给他看，直接就给他扔路边了。大冬天的，那时候还下着雪，真是给冻的，哎，那哈喇子都滴了多少成，住院都住了1个多月。在里边现在还有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针，我忘了，他不是钉子钢板，也不用拆出来了，就在里边。那哪能爬？那没有他跳不上去的，强行时就能看出来他的后腿的弹跳力多好了。 真的跟正常狗狗没什么两样的。现在厉害了，以前不行。年龄小的原因吧，也是。那时候可没让拉开，让豆豆天天给欺负。现在真事说真的，小黑豹现在看着吧，跟我哥一块脾气还挺好。有人给他看着他还行，没有人的时候，他的脾气特别的暴躁。但是就是对人可亲了，你看这个小家伙。 其实真的，黑豹的命运也是挺坎坷的，是挺不幸的，碰到这样一个主人。但是小家伙的这个腿的情况也是我们意料之外的，没想到小家伙在当时那么严重的情况下，这个腿能恢复的那么好。希望小弟马上还有宋总，他们俩以后也能恢复到像黑豹这种程度。 这是啥呀 ？Kitty 猫呀！哈哈哈哈哈！